望以后把这个古迹做成一个万华区的一个景点。以前的工艺以及它的艺术价值，不要在我们这一代上面把这些东西埋没掉，或是让它消失掉。所以我们进行这些场域的修复啊，很重要一点当然是要呈现历史的真实性，把整个历史的脉络可以借由这些场域来做呈现。这次修复不是它不是一个修复工程而已，我是想应该是文化记忆的工程能够修复回来。最引以为傲的是，把文化资产大大的开放到台北市民啊，甚至就一般民众的心中，那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当时我们在修复的时候，我们把它的整个修复标准提高，我们是用在这个叫做历史建物的这个标准去修复这个景观。我们有值得骄傲留下来给下一辈的东西，上一代已经交给我们了，在我们这一代好好的发扬光大。大家对于文化资产的保存、修复、再利用等等，都尽了很大的努力，真的非常的感谢也感恩。我们好好来这个挑一些哦，值得表扬的，值得我们这个给他荣誉。